今天嘛，所有事情干完了，上天台看看我的小菜园子。龙哥的小菜园子突然发现了辣椒都长出来了，虽然长得有点晚，但是呢，至少它结果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有收获的。咱们就当它是观赏的辣椒。哦，旁边的花花一个一个都开了，即将开花结果嘛，是吧？开花要结果。马路上又来哇啦哇啦哇啦叫了，影响我了。才看的辣椒是往上长的，叫朝天椒，这个叫朝下椒，可能是不是辣的那种。反正这边好像有长出来 N 多个了。光线的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大家可以大概的看到一个轮廓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好几个出来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今天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的，一会儿阴了，一会儿晴了，一会儿又下雨了，所以上天台稍微走动一下，不要老是坐在那个椅子上，稍微活动一下。小天台，我的小天地，四处走走，看看云，看看天，看看我的小猫咪，然后一点一点移上去。猫咪全部出来了，都来看我了，来迎接我了。乖乖，乖乖来啦，乖乖，可爱吧？真，我们家的宝贝。非常聪明的，一个田园猫，旁边是一个折耳猫的混血，而两只猫是这个笼子里的老大和老二，又走了，乖乖过来，乖鸡公，过来，不要躲在后面，过来，对了。让你们上上镜啊，你们现在是明星啊。好了，去休息去吧，拍完了，拜拜。